这样的环境里，我觉得我身上就是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动力，还有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拼搏的精神。环境里面的重新在演绎的时候，它一定有另外的一个感觉，另外的一种阐释。其实这给舞蹈艺术呢，增加了一个很好的探索的平台和空间。